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吉祥。Om Mani Padme Hum。好，我们今天啊已经进行最后一次、第四次的导引嘛，对不对？好，应该是吧，活菩萨。好，我们第一次是给大家啊这个尝试看看，啊给大家做一个导引，尝试看看的第一次的接触。哎，有没有声音？这个比较应该有声音啊。好，第一次啊，第一次给大家尝试的练习。那么第二次、第三次啊，大家就比较进入情况。那三重同修会的坦诚佛菩萨，那在指定今天10月11号，这时间都好像都是他们说的哈，除了第一次是我说以外。其他都是他们说的。那刚刚呢啊，我在这里要开始前啊，这个金母殿啊，金母在跟我招手，所以我就刚刚就进去了一下。他是这样子说，他要我啊，就是说帮他在观音菩萨圣诞，是不是圣诞？就诞成道日，就是我们都讲观音诞呐，哈，一年三天都比较没有分，就是观音诞，啊，成道日就是礼拜六的法会，帮他结缘寿桃，然后呢，他会加持这个寿桃是瑶池金母那边送下来的寿桃，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这边的寿桃一个做起来是怎么样子。价钱是多少？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经验？一个多少？25块。他刚刚在里面跟我讲，不是白白给人家的哦，100块钱一个。那一天，礼拜六，寿桃我不知道你们要准备多少个，请的人一个人100块钱给他一个，这样知道吗？你们如果一个。外面如果一个150块，你们就损失50块。好，所以呢，这是刚刚他说的，所以我刚刚在里面在跟他交流，所以他会加持那些寿桃，他会加持他的那个瑶池仙境的寿桃，变成那一天。庆贺观音菩萨啊成道日得道日的这一个附魔寿桃，所以吃的人他说会怎么样呢？得到那寿桃人吃的人呢，会延寿，会健康，会消灾，会增福，最重要他特别加持真智慧。他说大家修了老半天，智慧不增是最糟糕的事，智慧增长，你就心情心境会清明。你智慧不增长，你的心境不能够清明的。大家听得懂？你心不能够清明的话，你的心的环境啊，那一块环境啊，那个领域不能清爽、清净、光明的话，烦恼多多。不能光明就是无明嘛，暗淡嘛，污垢嘛，执着无知，烦恼重重。你再怎么修，你再怎么敲，再怎么唱，再怎么拜，再怎么会论经论典的都没有用。转个身，你就开始造业，开始烦恼。所以他讲智慧很重要，智慧修行就是在增长一份智慧，有智慧就能够有定力，就能够有正量。你有智慧，你才能够对人事物能够分析非常的清楚，不会人云亦云，不会迷失，不会被诱惑。智慧很重要，
就像我们从小什么都不会分别，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接触，我们自然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接触，什么东西不可以碰。没有智慧的，你像烟，抽烟实在没有一点益处，可是就这么多人会抽。那一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只要一天抽一包烟，那个肺啊就开始领聚那个油，烟油可以滴耶，滴起来是一杯的那个烟油耶，就这样累积在你的肺部，非常可怕。但是没有这方面观念的，得到这方面教育的，他不懂。那我们知道的人稍微接触或提示，碰都不会碰，有的人一辈子连想去抽一次都不可能，有的人即使知道他还要抽。我前些时候我才跟我的小孩讲，我儿子也在抽，我说你知道吗，你抽烟，他虽然躲到外面去抽，认为不会影响我，我跟他讲我敏感，这几天我有点喉咙咳嗽，我说是他的烟影响我的，他说没有啊，我都在外面抽啊，我进来都全身没有带任何的烟气进来。我说有可能吗？抽过烟人身上就有烟味啊。我说我的分析之下，做这些事情人就比较有自私，他只想自己，他不会想他人。因为这个二手烟即使在外面，但是空气出去还是会影响到人的，污染全部累积起来，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领域之下都会受到伤害的，不止自己自害还害人，不是自助助他，是比较失。如果你真的很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很注重他人的健康，连碰都不会碰。这是我跟他分析的很多东西，这种害的东西都是这样，无智者、无明者、无知者做的，那所做的都是自害害他，不是自利利他。他说不要讲那么严重，我说真的，这是真的，用想就好了，一点益处都没有，为什么还要做呢？还要做呢？所以要智慧，真的要智慧。这个智慧如果有的话，不要说，只要看到，只要听到，只要有什么样的景象给你知道，你永远都不会去碰触的。这只是一个提示，只是一个烟而已，更何况其他的事情呢？很多很多的事情，一定要智慧，有智慧，很自然的，什么话可以说，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念头可以想，身口意，只要知道地狱道的这种业报，就知道为什么要守住身口意清净，不要真的时间到了，业报来了，哭天喊地，根本没有人可以帮你，这是真实话。就好像生病，你们有病过，真的是自己痛，谁能够带你呢？替代你的痛呢？我常常喜欢讲，真的是自吃自饱，你肚子喊饿，又靠你的这张嘴巴吃下去才会解饿。别人带你吃永远是别人饱，你不可能饱的，这是最浅显的道理。由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知道，什么事都是自作自受，什么事都自作自受，讲自，自己的自。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道理就是这样，自己上还是自己下，
连要去往生净土最后的临命终时都还要靠自己的意念，自己的心态，要不要去，要不要念佛，要不要心念向佛，要不要上去佛国的净土，完全还是靠你的意念。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每天念佛的心态坚定它，佛菩萨才会接引你。你一点都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你怎么叫他接得到呢？观音菩萨讲的，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你在轮回的地方叫苦海，不是表示说你在海里面，你在轮回的时候，一世又一世，一代又一代，每一世都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因为都不能如我们的心愿，不能顺我们的心意，所以才会辛苦。那么你真的一世又一世累积来的辛苦痛苦的意识非常的增长，非常的多，你就会觉得苦了，你不要这个苦了，不愿再重新受这个苦了，你会叫出我不要这个苦了，我要脱离这个苦了。当你有这个意念出来要离苦了，那么谁能够帮助你离苦？你知道这个资讯了，你就会跟他祈求了，跟他祈祷了，跟他呐喊，观音菩萨，我真的不要这个苦了，你手举出来了，我不要苦了，他听到他就来了，你手伸出来了，你心奉出来了，你让他知道你真的不要再继续在这一块苦的领域里了，他当然一来，你手一伸出来，啪，就拉起来。那你还不到时候，你觉得也可以，你也喜欢，你还造不够苦，你还受不够苦，他来到你前面，他要拉你，你手不愿意伸出来，怎么拉都拉不上来，即使拉你起来，你又跳下去。就好像以前的庄严堂庄严雷藏寺的蔡松雄上师已经往生了，师尊在开示，他接引他，让他莲花上升了，加持他上去了，他还从莲花上跳下来。如果你们有听过以前师尊的开示的话，有这么一回事，已经上升了，他还主动跳下来，抓都抓不住啊，这个要智慧耶，这个要智慧。所以呢，刚刚金母讲，他知道这个礼拜六三种同修会有庆贺观音菩萨好的这个圣诞，得到圣诞的庆贺，所以呢他特别示下寿桃仙桃，那你们要准备了好，但是那个寿桃是要用钱买的哦，这样知道吗？要100块，因为今年是中华民国几年？100年，吃了就100岁，大家都100岁生日，跟国家齐寿100呀、啊，好像一个数字到了100就是最圆满的。再试试看，我们那个寿桃吃了以后看会怎么样？啊，它就是试寿了，试福了，真智慧了，消灾难了。啊，这就是给大家一个了解。好，可见这个礼拜六的法会有瑶池金母来加持，有瑶池金母来加持。然后再给大家知道，他刚刚讲
礼拜六是姚氏金母来侍服的仙桃，但今天带领大家，他也要侍服给大家仙桃。等一下你们要注意了，等一下我在导引的时候，今天帮助大家看看能不能到瑶池仙境，然后呢瑶池金母的仙桃看你们有没有福分得到，吃一口拿一个，不要贪心好。如果有仙桃到你的前面，我在导引的时候，我在说的时候，你们要懂得要去争取啊，跟那边的仙女跟那边仙宫的人，我可以要一个吗？有一千年的仙桃，有三千年的仙桃，有六千年的仙桃，看你们的福分到哪里得到哪一千年的，有一万两千年的，看你们的福分啊。不要仙桃到前面就让它过去哈，我会在旁边提示。这是刚刚金母竟然这样讲，就带你们去。如果他不讲，我不带你们去仙境。可见今天来的同门有这个福分，我们试试看。今天来的人先吃他一个，礼拜六我就不一样了。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哦，是真的哦。所以呢，先跟大家提示这样，给大家五分钟洗手漱口洗个脸，等一下正式的我们要启程到仙国去了。好，嗡嘛呢呗咪吽。好，好，刚刚呢带领大家做一个仙女之游，我看大家也蛮投入的啊，有很多人确实我看到在这个仙桌上看到仙桃眼睛就睁大，因为还没去以前就跟大家有提示了，所以就很多同门哇看着那样子的仙石一直在找仙桃，因为这之前就已经稍微有提过仙桃的作用。那刚刚我在讲这个仙桃要怎么吃，不是像我们人间水果就咔嚓咔嚓这样吃，每一口都有它的作用。大家有没有照我所说的这样子去用呢？有没有？好，真福气，你这一口要增加你的福气。福气我们在这个结魔法里面是用黄色的光来代表，所以大家吃这一口念头想着要增加福分，所以咬下去吃进去是黄色的光进到你的身体里面，这样才能增加福分。有没有这样做？有哈，有的人有没有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在加强大家这方面的观念，有这样子的提示，有这样做就有真的这样的帮助，平常就要这样想了，只是你们会不会日常活用而已。如果平常训练足够，时时刻刻会真的这样子的用在身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这样增长自己的福慧的。消灾，好，真的自己的灾难很多，灾病很多。好，确实吃下去，灾我们修消灾法、息灾法就是白色的光，所以这一口仙桃吃下去，能够增加我们的消灾作用，这个功能要产生。所以这个白光要进去啊，延寿除障治病都一样，增加贵人，增加喜气，增加法缘法脉，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刚刚这一颗仙桃就能够增加五字的光明，白红蓝黄绿，这五字的光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体内来。如果大家会善用吃下的这个仙桃，很快的产生这方面的功能。他说了，这一颗仙桃至少有300年以上的作用。刚刚我在提示的时候，有多少人真的照我这样子的提示有吃到仙桃的举手？有就举手，没有关系，没有就没办法举，你想象都要把它想出来啊，有没有？好，那你们其他人在干嘛？想象不出来也硬要把它逼着有这么一回事，咬它一口都好，这是真的哦。这个是一个训练，我们今天所观想的其实都是空气，都是靠你的一个意念去转化转用。有的人说我想不出来想不出来，没有关系，他的字眼怎么形容你就照那个字眼去变化想象。其实你根本看不到感觉不到，像三光加倍，哪里有三光加倍？没有啊。可是他这么写你就这么样想就好了，到底有没有这作用你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不知道，他就是在引你，就是在指引你导引你，有这么一回事。活菩萨出来了，他的天心射出白光照你的天心，这个白光做什么？消除我们的业障。这个喉咙照你的喉咙，这个红光照什么？消除我们口的业障。他的心即射出蓝光照我们，照我们干嘛？消除我们意念上的业障。最重要就是这三种作用啊，身口意消业啊，除障啊，你一直累积啊，这三方面都没有清洗啊，都累积很多很多的污垢。有这个机会，这三种光明在清洗作用，在化解作用，我们就赶快照他的说法，师尊的教导，赶快来做啊。没有坏处，你把它当作只有好没有坏处，他没有要害你，他只是要帮助你，你就照其所叙述的去想。有没有作用不知道，有没有感觉没有，但是你就照它去想，想象那三种颜色的光，你一定知道白光怎么样，你一定看过红光像什么，你一定感觉出来蓝光像什么，你就去想就是了。你常常这样想，确确实实潜移默化的力量就出来了，就能够达到一种能量出来，能力出来，就是在训练你的信念。你相信他，有这种念头，有念头就有力量，就是这样子。就像老师在黑板教书，一加一等于二，教你什么你相信他教的，就有作用出来，就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了。九九乘法十倍就是了，没有其他的说辞。三乘三等于九，三乘五等于十五，小时候我们十倍，时间到了很自然就可以运作了，你相信他就好了，他叫你这样背，
在背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背，总有一天你就知道，背熟了你就知道，七八五十六很快就出来，遇到什么三两下就出来了，受益者是自己。那你相不相信，接不接受，训不训练而已。所以刚刚在讲的这个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刚刚金母很慈悲，很平等化，很平性化，我们都还没有走到他的前面跟他顶礼，他主动自己来面向我们，告诉我们，有人求财，你求来做什么？如果所求来的财，增加的财，不能立身，你求来做什么？他这样子的回问，家人不圆满，这一世受苦，心烦意躁，那是要增加你的业障的消除的机会，没有他们在身边这样子的给你的一种干扰烦心，你不会去想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智慧就产生了。如果你有修持的话，你把这一些所谓的烦恼、这些仇对，怎么样把它甘做贵人，不是小人，这个就是一种智慧的转化，看你怎么样把灾难当作不是灾难，这就是一种心态的一种训练。当你把一切的逆境转化成顺境的时候，一切小人都看作是贵人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这世界上没有在任何的问题来烦恼你呢，身体的不健康，你照样能够用你的心念去立身，外在已经不再成为困扰，比你健康的人多的是，但是他们不会运用他们健康的身心来做事利他，没有用。所以种种种种都是在让大家增长智慧，去看待所谓的人事问题。把坏事都看成好事，真的不一样哎！你的那个心啊，真的不一样哎！你那个心开展开来，真的不一样过生活。也许你处在其中，当发生的这一种好负面的刚开始会被影响，但是因为你平常在做这样的一种训练转化，很快速的接上这一种念头，很快的转，想尽办法用利益的角度去想对方对你的这一种作风，去把它转化，它原来是要帮助你的，增长你的层次的，试探你的这一种智慧的，看是容易动摇的还是不动的，看你是不是有金刚心，坚固的道念的道心的。你没有道，哪里有道心？从来都没有道过，哪里有叫道心衰退？根本不足够成分，没有资格。
还是来帮助我们。所以你当你去转的时候，你超越过你的所谓的困难度，你再看真的不一样。刚刚金母讲，让我们再回到这娑婆，看待人事就不一样了。要以什么心，他刚刚讲了很多。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 tip 去把它记下来是不错的，去提醒自己，这是一个非常的一种平易近人的一种接触。刚刚在讲进到这个仙境，天地都充满了光明，你进入这样的光明，所有黑暗的一面全部被照开来了，被散尽了，自己也产生了这样子的一种光明的这一种影响。有没有照我所说的去想象？你看过电视，你看过电影，多少都有一些镜头要去吸收，现在的科技非常好，你手上捧的东西像仙桃，你们大概想象就变成人间那个仙桃，那个仙桃是光，所有仙国的东西、佛国的东西，每一样都是光明。从进入那样子的门，所有一切都是光明。所以才会跟你们讲，捧着咬一口，进去都是光。你们有没有这样去想？所以你每咬一口，刚刚跟你们提示光，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人间的那一种感觉啊，吃下去哇有水哦，甜的，不是那一种。如果你还有这个饮食的欲望去吃那一颗天上的仙桃就可惜了。刚刚还有同门觉得吃那个仙桃啊，那哈你好吃啊，吃就吃，还这样一嘴光，一分光这样，噔，头上就一个帽泡出来，我这边看，嗯，紧吃，紧吃，吃一嘴吃那么慢。这不简单啊，这个不简单，今天能够去到金母的仙境，不是平凡人可以去的，因为又有通行令，所以我去那里比较容易。我在1987年被师尊封为上师的时候的那一天，就跟师尊同修，坐在师尊的左手边，什么都不懂，就坐在那里。然后入定的时候，师尊就进到定中，师尊就一挥手叫我们跟他去。我什么都不懂，所以呢他说走，所以我们在定中这个灵魂啊神识啊就跟着他。哇，他跑好快，才看到他在前面咻不见了，这下子就不知道何去何从了，就飘啊飘啊飘啊，就飘到一个地方，那就头戴这个凤冠的啊，珠链啊，那样子的一种，哇，非常的一种气质，非常的高贵，这没有办法去形容的那种庄严美丽的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妇人产生了，就在前面显现了，不能叫产生了，就显现了。他就讲，恭喜你今天做上师，被封为上师，送你一个礼物啊！听到有礼物送，手就伸出来啊，自然就想要拿，结果就看到他手中有个佛尘，就往你的手上这样子这样子挥过去，然后双手就这样就看着佛尘这样挥过去啊，那也没什么，怎么没有东西啊？不是要送我礼物吗？啊，可是又不好意思，又矜持，不好意思啊，你不是要送我东西吗？又不好讲，也不认识他，
啊，然后就这样，那师尊就摇铃了，吼，就赶快出定了，赶快飞回来了。那完了以后，师尊就笑，就笑，啊，你们跑哪里去了？我说，这旁边就有个莲英上师，师尊你跑好快哦，跟不上。诶，也不是只有我一个跟不上，我就好乐。那师尊说你去哪里？那一个个问，啊，问到我，因为我一直在看师尊的坦诚的佛菩萨诸尊，就像现在三重同修会的这样的诸尊，我一直在看他是谁，你是谁，一直在看，因为那时候我真的都不认识。才刚皈依没多久，又被封上师。这个封上师以前又不要接，连续三天，考虑了三天。第一天去，师尊就把五佛冠往我头上一挂，我就还给他了。想了三天，他叫我好好想。后来第三天，问对证了一件事情，我才接受的。然后呢？这个金母就送我这样子的佛尘的礼物，那我就问他师尊，我就看到了，诶，这一尊好像，我就问师尊他是谁？师尊说金母啊，哦，金母，哦，这一尊就金母。我说刚刚我到他的地方去，他说要送我一个礼物，今天恭喜我被封上师，可是我手伸出去，他用那个佛尘这样子轻轻的挥洒。没有礼物诶，师尊。金母说要送我礼物，可是没有诶。这个什么意思啊？这样子的佛尘什么意思啊？师尊说，他消你的业障。那时候刚皈依，懂什么消业障？礼物要有实体的啊，黄金万两啊，看什么东西呀、啊，法器呀、啊，消业障。哎呀！金母真小气，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可是告诉大家，我现在非常非常感恩。如果是这个金母送我的礼物不是消我业障，我不会那么快速对所学的佛法、所了解的佛理这么快速的明白，业障消了就快了。业障不消，你在懂什么、得到什么都没有用，障碍重重，我才能够放得下。我是个小孩，我不是没有小孩，没有人帮忙，在一个没有佛法的国家，要去传扬佛法，要去播种，要去那边做佛事，要去那边做学校教育，没有钱财，没有经验，什么都不懂，就轻轻锵锵一个人就在那边被拉起来啊，多辛苦。但是如果没有业障消除的这个礼物，不可能那么快摄造众生，那么快做起佛事来，这么快，在台湾语言讲得通，文化一样，根在这里，有佛教的地方，你说你要承办一个道场的事业都不简单，何况在国外，中国人又不纯粹讲国语或台语，还加上好多好多语言呢。单单中国人就语言这么多了，还要讲他们当地的语言，还有很多国家的语言，文化都不一样，信仰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要盖一个紫莲雷藏寺，基督教不同的教派都反对我们这个佛教在那里是魔教，更何况我们还有同样的佛教在攻击、批评、阻碍我们，你说那么容易吗？看到佛像他们都丢石头的嘞，你想那么容易吗？都不简单呢，我们还安然到现在，这都是金母消业障的结果。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这是真的，非常的感恩感谢金送的这个大礼。所以你们要追求有形的，如果当天当年他送给我是黄金千万两，今天的结局是什么？好烦的行呢，抓都抓不掉呢。世界首富，世界首富要摆什么样子？出门都要想一想，是不是呢？太有钱了，做起事情来，念头一动，钱就来。你绝对不可能了解这么多真正的人生的道理。你没有挫折，你没有失败，你没有这些让你成长的过程，你没有经验的。什么时候该低头，什么时候该弯腰，你学不到。你如果有权有钱，你拥有物质的一切，你学不到，你鼻孔里出那个气都不一样，你怎么解脱？你怎么教导众生？怎么样回归本源？金母没有选择给我这些物质的东西，他帮助我消业障，我业障能消，我的清明就越快，我的佛性就越快显现，越快回讲，越快明白。所以金母很好的，所以你们刚刚有仙桃有吃，真的就能够帮助你们。其实这吃着仙桃只是一个戒化，最重要是要让你们增加这些红光，彩虹的红，白光、红光、蓝光、绿光、黄光。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些光进到你们的体内呢？没有一个引缘，想归想也想不来，但也是有一个引缘的东西，有助缘的效果，你们才会去想要争取。有这个耳才能够勾得到智慧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不管是自己还是引导众生，什么都是要往这方面去争取。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当我开始有感觉的时候，感应的时候，灵感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哈哈大笑，笑得非常的得意，哈哈哈，不在笑什么，像神经病一样。因为我能够感应那个数字，感应什么数字就真的出来。那你说这个结局是什么？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乐透奖，是不是？乐透，以前讲的签名牌，那这些号码我事先都可以知道结局是什么。发达咯，吼，大赚钱啊！想到就是这样，一般人的想法，这是最快速的赚钱。可是当我这样哈哈大笑这样想的时候，天空砰四个字像打雷一样这么大声，莫求己欲。开玩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莫求己欲、啊、感应是感应假的，不理他们，真的就感应去写。哦，你知道那时候感应的时候，啊，六个号码，去买回来，还对着活菩萨讲，就是这个号码，你们看好，就是这一期，看好哈，他就把这个菩萨举起来，哈，看好哈，放在屁股下，
然后就等开讲，开讲就信心满满，好，拿来对，菩萨再拿起来那张纸，对了，我还没有对，先看号码，我就知道中了。等到拿一张纸一对，那个号码都在上面，我写的六组号码都出来，但是问题都相反的，41就14，23就32，就是这样，就偏偏跟你玩这个游戏。好，我不买，啪写下来，又给菩萨看，就这一组哈，这一次中奖，啪，我不去买，开奖，每一个字都出来。我告诉大家，我是被训练过的人，所以我不会见钱眼开，因为这些都不允许你有，你一定要右手来左手去的。你知道那个什么叫做捶胸顿足吗？考逃是什么样子吗？第一特奖3000万美金，第一特奖5000万美金，第一特奖8000万美金、跟你无缘，你的号码写着，你没去买，你去买就不中，你不买就全中，老天这样玩你。我妈妈都在旁边看，哎呦，那还要修，你跟着我捶胸顿足啊！既然老天不给你，他没有说我不能买呀、啊，啊，给我买好不好？给我中好不好？啊，我们一人一半。我说，你是我的妈妈，绝对不许。莫求己，这个己也有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不可能。哇，为了这个我们吵得不得了，说我不孝，一博优好。我就坚持自己觉得清高清白，不肯给他。修啊修啊修啊，故意在修法说制造噪音。修啊修啊，修那要创啥？无路用啦！啊，修啊修啊修啊，有一天啪，金敲到了，智慧增长了。所以我说智慧增长很重要，智慧增长了，啪，修完就站起来，写了两组号码，妈妈妈妈，你想要中奖是不是？我这里有两组号码给你。保证中大奖，但是有条件，念高王经1000遍。以前叫他念，他说我不识字。叫他做善事433件，印象中是这样。叫他每次要念高王经以前，观想菩萨、观音菩萨显现，放光照他，坐在头顶。化为一个米粒珠点进到他的心莲，安坐在他的心莲上，观想菩萨在他的心上，放大放光，开始念高往经，开始做善事，就这样。他听我讲完，我说这些做完以后就去买，保证中两次。第二天马上说不识字，就把我的房门啊，我佛堂的门关起来，因为怕我们家小孩去吵他，阿嬷阿嬷，就开始在那边念。讲完以后马上跑到紫莲堂，紫莲堂有勾一格一格，以前叫他做一项，他就会骗人，你在爱情你说是什么，别这样骗人。现在每一格都勾啊，那你少，那你少，才8格还10格啊，400多件还是要做到当时，就这样。人有目标啊，有所求就不一样的想法。我进到佛堂，我就看到他拿一张纸，老人家他今年90岁，就看到他写正，念一遍就写画一撇，用正，正经的正，
来代表他的数字，我就看他一个一个证，一个证写的密密麻麻。有一天没有看他到佛堂去，表示念完了。不晓得过了几个月，我想试探他，我就叫他妈妈，你高王经念完没有？他说早就念完了，433件善事做完没有？刚开始我有数，但实在，哎呀，再来要数就没有办法数。从眼睛张开，早上醒过来到晚上睡觉，都想找善事，都想做善事，无从算起了。我说你有没有想观音菩萨在你的心中？有啊有啊，天天菩萨在放光照我，我还有时候几次都变成观音菩萨的感觉。我说你到底买了没有？中了奖不要说不给我一半哦。他就没讲话。你到底有没有中啊？有没有买啊？他不讲话。他到时候就看，奇怪嘞，当我念完高王经，当我做那么多善事，我突然觉得我非常有钱，非常富有了，我去买干什么？对了，这就对了，把他的内在里面的一个本来的自如的佛性，把它拉出来了，显现出来了。我们不需要这些外在的，老实说，真实的。娑婆的物质，我们真的本来清净的来，哪一个需要？小 baby 出来，哪一个需要这些？都因为环境的污染、影响、诱惑，一样样的添加，到达今天就很多的压力，达不成就变成压力。没有一个带着微笑离开这人间，欢喜心离开这人间，个个都是挂碍，放不开，放不下，离开的。所以真正的修行，修到你的内心、内在，真的不一样哎，非常祥和。那种心境是非常平衡的，怎么样子的动摇都动不了你。很奇妙，那种感觉只有自己去体会才会知道。所以得证者活菩萨常会讲不可说，说了也很难让人家明白，只有自己体会才会知道。不可说。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尝试，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同门要叙述一下你刚刚有没有什么的问题？麦克风有没有给大家一点？你们谁要说都可以说。有没有？有没有谁要说什么？你们刚刚有感觉什么？想要就是说，我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导引，这样子的一个提示，好，等一种领导领引大家的一种感觉，什么都可以，你们要讲什么都可以。不要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们一个人如果内在解放的话，都是很率性的，要笑就笑，要说就说，很自然，很自在。如果你还有什么样子的保留，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拍谁？哎呀，安安，黑头还不自在，陈华龙清清在在，要咳的咳，对不对？他本来就咳嗽，你忍干嘛？忍到自己听呢？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有没有请说。我稍微分享一下，就是
上师法三样各那个师兄师姐好，就是上师你在岛屿的时候，我看画面会比你先讲的还要早一点点呢，这是没有错吧？没关系，你继续说。然后对我讲其他的比较 personal 的我可以不要说，就是我只是发现我看到的画面会比上次你导引的一些就是讲的会早一点点。没关系，好，然后呢就这样。对，就这样。没关系，你可以再继续再讲一讲。然后最后的时候我很明显是看到我是下来，是从上面下来，可是我看到就是就是金母吟诵出来的时候是比那个上次你讲的还要早一点点，然后我看到是一颗很大的那个仙桃跟着我，然后大概就是讲，那其他比较细节我就不描述。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后面所讲你先前都已经先看到历经了。对。那所以讲的这些都是我在讲的后面再追加。跟你所前面都一样看到的，就是每一个片段是，比方一进去的时候，就是我会比你快一两秒看，十秒或一分钟看到，可是整个故事是有顺序，是那个 order 是跟你讲的是没有差的，就是ending 的时候下来就下来，只是你说到哦金母把我们迎送下来的时候，那其实我很早就看到，但是你讲出来我大概哦这个是这样子一回事。那这样很好啊，表示你是印证者啊。对不对？所讲的这一个，啊，所讲的这一些都是真实的，因为你都是走在我前面，啊，看在前面来说我说的这是不是真实的？这很好。一开始我会怀疑我这画面是假的嘛，可是有上次你讲的那些，我就说，哎，我刚刚看的是没有错的。对。那，啊，表示说真的，我们就到天上，啊，所见的这一些都是一样。还有没有其他的？你不必讲你个人跟金母求什么啦，好，不必讲那一些，但是就是刚刚你进去的那一些，啊，有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过程或感觉或怎么样？那你要讲你个人的所求，个人的心愿，个人在上面做什么，你要跟大家分享也可以，有没有？刚刚有举手吃了仙桃的人，就拿出来讲一讲。你的仙桃多大？好，刚刚好，这里有一个比一个这么大的仙桃，后面那一个，啊，秋师姐，你的仙桃这么大，来拿一个仙桃，哎，麦克风拿给你，没有听到。没关系，我讲大声。没有，麦克风要录音的关系，让没有人看到你的仙桃有多大，所以我每咬一口，哎，就变成小小的仙桃，每咬一口就变成小小的仙桃。多大？你的尺寸？比给大家看，像身体这么大。我想说这么大，我就咬一小口，哎，来到我面前就变成一个小小的那个仙桃，每咬一口，哎，就变成仙桃。哇，你那个仙桃很大。啊，还没有其他的，他的仙桃比他的脸大两三倍。好，还没有其他的。还有谁刚刚吃到仙桃的？每个都拿出来讲一下。仙桃有没有颜色？你吃的仙桃有没有颜色？有没有光明？啊？我刚刚讲的时候，仙桃咬一口有光进去的，有没有去想？有想的，经我的讲词。帮助你提示你，你再这样想，还是你自己还没有吃以前就有这个光的感觉吃进去，看一看有没有。像那师姐，我还没有讲，她就走在前面发声了，不是经我讲才去想，也可以说出来。像我们以前我在导引的时候，我们的连声法师，我还没有讲，他就已经开始飞了，也可以拿出来讲给大家听。那嫌我讲得太慢，他自己先飞走了，啊，也可以啊，都可以拿出来讲。每个人的感觉因缘不一样，他一放松，他就开始飞了。
飞得很快，有没有？好，拿出来讲，麦克风，麦克风。但是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快速，觉得我以前是坐着莲花这样子往上冲的，可是我今天是觉得是快马，它的那马是这样飞的，然后我就好像坐着马上有前的马，然后就开始飞，而且是飞冲得很快。在上次还没导引他所看到的时候，我已经冲上去，冲上去的时候我就看，那你面向大家，我在那个云的上面，然后就慢慢降下来，然后就看到宫殿，然后宫殿旁边都是那个灵，然后就可以看到仙桃。什么灵？就是仙桃，种仙桃的地方。哦，好 ，OK， 我就想到那就看到那个林，然后就看到那个仙桃树林啦，一片树林是吧？都在种仙桃的树林，是这么大，像个人头的大小的那个仙桃。然后那我就记得上次跟我们讲说，那个有些仙女啊，你要先跟她合掌，希望跟她请求说我可以进去吗？然后我可以拿到那个仙桃，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进去就。那个仙女姐姐就跟旁边，然后就跟她说，我要这一颗发亮的，然后要很亮的，然后我就说请她帮我摘下来，然后就开始吃那个仙桃。然后一开始虽然还不会像上次讲说啊，就是那个光，然后只是一开始讲说那个仙桃的感觉是不是像水一样，这样就喝进来了这样。第一次是干干的，第二次是上次跟我们讲说看那个仙桃，哇，我的仙桃是这么大的，哦，比秋师姐还大，OK， 像一颗球一样这样，然后最后要下来的，你的球有这么大的球吗？球，有一种运动的那种球是这么大的，哦，做运动的那一种球，软球那样子，那因为都是做那个嘛。马上往前的马，所以后来最后就跟那个五娘求说，我要那个马跟着我一起下来，这样我很快的下来，很快就可以回家。然后那上次说要求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当然就是求菩提事业了，如果要求财的话那就发财，所以我想就跟金母求那个马上有钱的马。谢谢。他一直强调是那个马上有钱的那一匹马，哦，他骑马骑很快上去，那因为以前他有过经验，所以他就懂得要取好这个仙桃，然后懂得跟这个仙女姐姐，还叫仙女姐姐啊，要仙桃。他自己本身要的仙桃是觉得是发光的，很主动的要求发光的仙桃，所以呢，好，懂得要去，懂得去怎么样争取，然后也要求那一匹马上有钱的天马跟着他下凡间。好，啊，这个没事就要求那一只天马，马上有钱的天马带着钱财法财奔向你。哇，人家都回来大地了，他还有一匹天马跟随。啊，这个就是随人意念的想象，这就是这样。你观想佛菩萨放光照你，注顶随身，真的就这样。那是一种意念上。你观想前后左右披甲附身，有金刚空行护法神众前后左右守护，就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完全在于你的心念。你观想佛菩萨三光加倍消你的三毒，就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消业作用，完全看你。你觉得加持的大杯水，水放光了，这个大杯水的能量就跟一般的水不一样，吃下去能治八万四千种病。你有这个信念意念，你真的这样做这样喝，就真的就会有产生这个功用，完全都是自心的一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问题，我们就要 close 了。
好，我们就要关闭这一个啊题目，没有了哈，好，没有了，我们就结束，谢谢大家，嗡嘛呢叭咪吽。